彰化南窑公甲陈年笨港进香活动为期八天七夜，于今天上午在北港朝天宫会香，在嘉义笨港天后宫开台祖家妈进行换龙袍仪式，晚上将在新港奉天宫举行祝寿典礼。新龙袍是由彰化县长王惠美、进香主委林世贤市长夫人高德云、进香大总理白鸿森夫人邱信、进香副大总理郭立问以及白鸿森胞妹白素英等人，恭敬为妈祖换穿上别具历史意义的换龙袍礼，也期盼妈祖保佑风调雨顺、国泰民安，市农工商百业兴旺。刚进入第四天的日子哦，那今仔下这个仪式可以是伫遮啊，先来换龙袍哦，这是一个金属圣的这个仪式，但是呢，拢是女性教会都来参与。后壁这个祭典呢，嘛是各国啊大总理妈会呢，大家共同啊来举办咯。那会使讲这是一种啊饮水思源的这个啊金啊殊胜的这个啊仪式啊。咱会使讲透过这个换龙袍的仪式，连面就要换后一个阶段来进行哦。啊，这就是咱啊将近的200年的这个啊历史哦，啊所做的这个啊仪式，啊咱拢原汁原味来举行。啊，今年呢是来聊过了，所以欢迎大家29号一起来共享盛举。我朋友所说的哈，今天呢就是第四天，啊明仔载如果来要进行咱。三嘛要了解的这个运动嘛，唔盲讲咱这用心是全，这下大家身心在地，有缘共同来参加咱妈祖部了解这个活动。彰化人彰化市新闻记者林明佑采访报道。